今天要往西，往西，往西走。哎，往西就是要往吴兴街。要施工，在上面是九五峰了，今天不是九五峰。对，出来走一走。上面上去就是九五峰了，哎，十月准备再登九五峰，登上去再讲吧。好啦，再去走路啦，再见。路边的野花不要摘呀、啊，这不是野花，有人种的花。哎，我去走一走。地方，哎，不到两分钟就可以到了。路边不到两分钟就可以进来。松山一坑，松山一坑，松山一沟，松山一坑。嗯，这个地也不错，下雨天不会有泥泞，也没有阶梯，走得很舒服。这个叫抱山桶，抱松山一坑，松山一坑，哎，这个以前是采矿的，采矿的，很陡，很陡，哦，永远是很陡，哦，那旁边有那个十八罗汉。哦，上去给他看一看好了，很陡，十八罗汉在两边，不得正神哦。
พระอรหันต์พ่อเต้าเห็นตกเห็นตกจิวจังเลี้ยวสู่สู่ตู่走但十八罗汉在两边去九峰走一走啊！我不要上去了，我要再走下来了啊！阿七，阿七，哇，阿七，运动，运动啊！灵隐寺。北盆地，前面是永春高中嘛，市民农业，要种什么？种花、种草、种菜。好了，本来还蛮大的有用心在栽。树荫底下也凉快。下去都是走阶梯啊，福德街啦，南港青山步道这边，可以上九五峰的，盆地啊，这边没有整理，所以树木比较多。北新宝宫。就是九五峰这边供奉玄天上帝北仙宝宫北仙宝宫九五峰云层象山时钟啊，时钟可以到六计时，你要去过，走路十分钟。